9月30号以前到农委会去做说明哈，不要像当时林智坚市长哦，他连台大学人会都不敢去，也不愿意去。那既然是一个调查程序，那张院长更快速的、更透明度的把他的过程、研究的状况做说明，让整个选举哈不至于老是落入一个抄袭啊、被抄袭的一个这个泥巴在里面。这个相信对桃园的选举是正向的。